好的，宝宝问我为什么不吃帝王蟹，这个问题很简单，是留给双击的宝宝。我先来造个大龙虾。哟，哇塞，这口黄啊，我先吃个黄吧。哎呦，大龙虾尾都掉了。小雪，四人方姿，四只王蟹。疫情终于好转了，改善一下生活，整了只大龙虾，不到4斤的。然后龙虾呢，我比较喜欢吃母的，这母的呢比较肥。看这红色的膏，是它的黄。好久没吃龙虾了。吃肉不吃蒜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减一半。